盘点说话结巴的搞笑场面。哎，王总，我不干了，士可辱不可杀。嗯，不是，我可辱，你可杀。哎呀，人哪有不犯错误的啊？你吃芝麻哪有不掉烧饼的？ What? 不是，你吃麻，吃你妈，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？自从你越过，脸大了，不碗大了，疤大了，脸掉了，你大不了炒了我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走你的阳，我走你的阳道，你走我的阴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啥也不是。哦，大家快看呐、啊，这个盆瓢，这个瓢盆，这个盆，这个，我操，鱼好大、啊！美女啊！前几天看你直播啊，说你烫头了，我都没看出来的。你这个烫啊，还怪帅的。帅幺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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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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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六吧。我刚交了100块钱话费，打了一个电话，打就没了呢。先生，您还能打完一个电话。我钱抢劫呀、啊！钱拿！就这学生还抢劫，这说话都挂不住。我正他妈睡觉呢，吓我一跳！我他妈起票员！我抢你奶奶的时候这抢劫呀、啊！不是长得跟抢劫似的。他妈有病了！哎，大夫你好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看糖尿病去哪个科室啊？哦，内衣。谢谢啊，哎，哪个科室？内衣。你有病啊？内衣科，内衣科。咱们来个成语接龙游戏，缓解一下气氛。嗯，那我先来吧。嗯，人在囧途，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徒有其表，表里如一。一丝不苟，狗仗人。你说谁是狗仗人？是啊。爸，你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吗？快，算啥啊哥？账啊，结账的是吧？咱跟哪个包间坐的呀？路上，哪个包间啊？军都吧？啊。
二楼军都是吧？嗯。哎呀，你连起来给我说多好了，你这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，叫我听着怪着急的，我还在个猜谜的呀。我要是连到一块说了，你不得更近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我知道这个，咱一共消费270。我一个字的说，是怕你这样听习惯了，也学会了。你也不会，放心，打上绿干粉。啥都不是。